我们来到第十二篇信息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同宣读篇题。过享受基督做美地的生活，结果产生殿，就是神的居所，以及神就是神的国。Amen 啊，这一系列的信息一直把我们聚焦到基督的自己啊，他是我们的美地啊。但是这一篇作为这个训练的完结篇啊，就这训练来说，是一个完结。但是呢，就着我们的生活来说呢，应该是一个开始啊。因为这一篇不只要说基督做美地，更要说到我们过一种的生活啊，是什么样的生活呢？享受基督做美地的生活啊，这样的一种生活是太关键了啊，因为唯有这样的生活能够有后面所说的结果啊，有两个产生啊，产生什么呢？一个是产生殿，一个是产生城啊。唯有神的子民在他所赐给的那个美地上过一个经营美地的生活，才能够产生神的殿，产生神的城啊。这个殿和城是预表，那个实际就着殿来说，就是神的居所啊；就着城来说，是指着神的国。神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但是哪里是我的安息之所呢？啊，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啊，你能够想象吗？他竟然说，哪里是我安居的之所呢？啊，神要寻找一个居所啊，这个居所啊，乃是借着一般他所拣选救赎的人啊，在他的救恩的里面，照着他的心意过一种的生活而产生出来的啊。一个居所就是人能够得安息的地方，一个居所也是人能够得彰显的地方，是不是啊，弟兄姊妹？你回到你的家里，你就得着安息了啊。人到你的家里一看，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。啊，家是人的安息，家是人的彰显啊。同样的啊，神要得着安息，神要得着彰显啊。我们不要忘记，在创世纪的时候啊，神啊是得着了安息了，在他创造了人的时候，他得着了安息了啊。因为呢，那个所造的人有他的形象，有他的样式啊，那个人呢、就是他的彰显 啊，所以啊，神造了这个人呢、神看着甚好，神就安息了啊。甚至出埃及记说，他不止安息了，他舒畅了啊。这个安息不是啊，做完工很累了休息休息啊，不是啊，而是心满意足了啊，安息舒畅了啊。神所造的人啊，是能够让神得着安息舒畅啊。神要这个人成为他的居所啊。然而以赛亚书为什么神还在问呢？啊，哪里是我安息之所呢？啊，因为啊，可惜啊，神所造的这个人，照着神的心意所造的人，堕落了，啊、失去了、啊、所以神要做他恢复的工作，神要做他救恩的工作、啊、在旧约里面，神用他所呼召的、所拯救的以色列人作为一个预表、啊，那个实际就是指着我们这班新约的信徒、啊、唯有当我们过一个享受基督做美地的生活，才能够产生神的居所、啊、也唯有这个才能够产生神的国、啊、就是神的掌权、啊、神当初、啊、创造人、啊、就是这两个点、啊、一个是有形象来彰显他，一个是神把他的管制权给人啊，要人管理全地啊，要人制服这地啊，
啊，特别是啊，制服啊上面的爬物啊，就是神的仇敌啊。第一个亚当啊，失败了啊，没有达到神的定旨啊，所以神做他恢复的工作，神做他救恩的工作啊。今天啊，就是要在我们这般蒙恩得救的人身上，恢复神造我们的这两个最高的定旨啊，哦，叫我们啊做神的彰显啊，更叫我们做神的国啊，代表他来执掌王权啊 ，Amen， 阿门。那我们这一篇信息啊，这个第一大点呢、啊，它还是有一个很宝贵的启示啊，看见这个基督做美帝。在新约的实际里面到底是什么、啊、然后第二大点呢，就要带我们来过、啊、这样一个享受美帝的生活、啊、后面这几个大点呢，就接续要带我们来看这样的生活如何一步一步的带到殿的出现，带到国的出现、啊、Amen。 那我们、先来宣读第一大点，哥林多前书用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做新约信徒的预表。在哥林多前书没有提到美帝，因为这所提到说美帝的实际乃是在哥林多书。哥林多前书我们很熟悉的经节就是第十章啊，那里啊说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我们的见解啊，这个见解这个词呢，在原文里呢就是预表啊，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我们的预表、啊、那这里啊说到哥林多前书没有提到美帝啊，美帝的实际呢乃是在哥林多后书啊，这怎么看呢啊？我们应该记得在第六篇的时候，弟兄们给我们看李弟兄的那个神的经营里面的那个图表啊，啊，就是几个对照嘛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啊，他们啊经过这三个阶段，首先他们是在埃及，然后出到旷野啊，最终呢啊，神的心意是要进入美地啊，这三个阶段都可以对应到。一个是帐幕的三个部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帐幕呢有外院子，有圣所，有至圣所啊。所以呢，埃及啊就相对应于外院子啊。那旷野呢就是圣所啊，美地呢就是至圣所啊。这个呢也相对应到我们人的三部分啊。我们呢、啊、有外面的体啊，有居间的魂啊，然后也有最中心的灵啊。那这个怎么对应到以色列人的三个阶段呢？啊，这个埃及啊，就是最外面的这个体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旷野是什么啊？就是魂啊。啊，美地是在哪里啊？就是在灵里啊。所以我们刚才唱的标语歌第四句啊，说不要在魂里游荡徘徊啊啊啊！什么时候我们留在魂里啊？就是在旷野游荡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是三个阶段啊，也啊对应于啊神居所的三个部分啊，更是对应于啊我们人的三部分啊。那你看看哥林多前书啊啊，哥林多前书啊。是提出了以色列人是我们的预表，但是啊，你去追查哥林多前书所讲的，他说啊，并没有提到美帝啊。那哥林多前书讲了什么呢？这里列了五章七节，说到啊，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啊。五章八节，守这节不可用旧教啊。要用纯诚真实的无酵饼啊啊，你就知道了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逾越节了啊，就是出埃及了啊。所以临前五章呢，就是说到出埃及啊，经历基督做逾越节啊啊，使他们呢蒙救赎，使他们有能力走出埃及啊。
因为他是那个逾越节，他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啊，不只有那个血做他们的遮盖，更有那个肉啊，叫他们有行走的能力啊。哎，出了埃及了啊，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在旷野啊。哥林多前书有没有旷野啊？有啊啊，因为第十章啊那里啊就说到他们呢、啊、怎么样啊？吃了灵食啊，灵啊属灵的食啊啊，还喝了灵水啊。这个灵水呢是出于啊那个随行的灵磐石啊。这一段是什么呢？这一段就是在旷野的经历啊啊，那个属灵的食物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，对不对？那个灵磐石灵水啊，就是他们在旷野所经历的。没有水喝了，但是从磐石流出活水来啊，所以呢，这里才说哥林多前书啊，他有出埃及，哥林多前书也有在旷野，但是你找不到美地，所以啊，李弟兄啊，在这一本书啊，叫做《一个在灵里之人的著传》里面啊，他就说了，那美地在哪里呢？啊。这个保罗写说以色列人是我们的预表，这个预表怎么预表一半呢？啊，所以呢，你要找答案，你就要去到他的哥林多后书啊。那我们再读第一重点，在哥林多后书之美地的实际，乃是基督自己所存的恩典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乃是哥林多后书。好，我再说，在哥林多前书啊，暴露出这些哥林多人呢、啊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啊，保罗说几个，一个是属肉体的，更差一点就属肉的啊，还有呢就是啊属魂的啊，所以这个哥林多人呢、啊，就是啊，如果属肉体的，那就是在埃及啊，如果属魂的，就是。在旷野啊，但是呢在哥林多人呢那里找不到属灵的人啊，所以才说哥林多前书啊没有美地啊啊，但是呢到了哥林多后书啊，哥林多后书啊可以说是保罗这个人的自传啊，所以啊李弟兄啊就给那个系列的信息说是一个在灵里之人的自传啊。哥林多前书你看不到在灵里的人，你只看见属肉体的属魂的人啊，那是在旷野、埃及在旷野啊，但是啊在哥林多后书啊摆出来，这里有一个人啊，是一个在灵里的人，就是在美地上的人啊。那你从哥林多后书来看这一个在灵里的人，这个在美地的人啊，他所过的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呢？就是啊，这里啊说到的是美地的实际，乃是基督自己做神圣的恩典啊。在哥林多后书啊，保罗摆出他自己的见证，作为他的自传啊，那个中心啊，那个思想啊，就是恩典啊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在第一大点前面列的经节都是哥林多后书。全部都是恩典。我们最熟悉的第一处列的林后十三章十四节，我们宣读一下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、神的爱、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。Amen。好，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三一神的祝福啊啊！但是呢，三一神应该是父、子、灵啊的顺序啊，但这里不是啊。第一个先提什么？子，先提主耶稣基督的恩啊，然后呢再说神的爱啊，这个并不是这个保罗写错了颠倒了啊。为什么先提主耶稣基督的恩啊？因为啊这一卷书啊的主题就是基督做恩典啊。你从第一章啊一直读下来啊，我们可能不一定有时间把这些都读过，那你读到最后啊，他给你一个中心思想，就是基督的恩典。所以到末了他结束的时候啊，用基督的恩典啊来祝福、
啊，当然呢，有了这个恩典呢，啊，就把我们带回到神的爱的那个源头，哎，还有灵的交通的那个传输啊。好，那或者我们也很快的看一下这些经节哈。第一章十二节就是保罗的见证啊，啊，在世为人不靠属肉体的智慧，乃靠神的恩典啊。林后四章十五节，凡事都是为你们要叫什么恩典，借着更多的人而增多啊。保罗的生活是靠着恩典，他的服事啊是叫恩典增多哈。六章一节，他说是神的同工，劝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啊。八章一节更说到神在马其顿众教会中所赐的恩典啊。八章九节说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啊，九章八节说神使各样的恩典向你们洋溢啊，然后呢，九章十四节因神在你们身上还有什么超越的恩典啊，十二章九节我们也很熟悉的保罗的这个经历啊，有一根刺架在他的肉体上啊，他三次求主啊挪开，主没有答应。但是主的答案呢是啊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啊。保罗摆出他的生活、他的服事啊，各面的见证离不开恩典啊啊，所以我们需要对恩典有一个正确的领会啊。原谅我说，的确，大部分的基督徒啊，对于恩典呢、啊，说哎呀，真是感谢神的恩典呢、啊，领会啊是过于肤浅了啊，甚至是不准确了。哎呀，这个我去买一辆车子啊，结果啊，这个又便宜又好啊，真是神的恩典啊！啊，这个我的孩子啊，考试啊，我多多祷告啊，结果啊，考上第一志愿啊，什么什么，真是神的恩典啊！是不是啊？啊，但是你看看保罗啊，保罗，等一下我们再看啊。这个他的恩典是什么呢？他说到这个行事为人啊，不靠神的恩典。那个第一章啊，你去看看第一章他的经历是什么呢？啊，其实在隔壁那一页九十七页啊，就有第一章的经文呢、啊。啊，他讲的他的这个经历的恩典呢、啊，是啊，他啊在一切的患难中，经历了神的安慰。并不是 一帆风顺啊，是经历了一切的患难 啊。但是呢，神没有挪开那个患难，却是在那个患难中给了他安慰，就叫他能够安慰同样受患难的人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恩典啊，不是你没有难处，不是没有患难啊，哦，乃是你在那里经历了恩典啊，你也能够把这个恩典分享给人啊。其实啊，你看了一章啊，第八节啊那里啊，所遭遇的患难啊，是不是啊？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啊，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也断定是必死了、啊、叫我们不信靠自己，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啊。这个就是保罗所经历的恩典啊，啊，叫死人复活的神啊，不是没有死亡啊。而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、我们快看一下第二终点，林前十五章十节怎么说？这不是我，加太二章二十节怎么说？同样是保罗的话，你把两句摆在一起，一个是不是我是神的恩，一个说不是我乃是基督、所以呢，什么就是神的恩啊？基督，基督就是神的恩啊！不是我是神的恩，不是我是基督、所以原来啊，保罗所经历的恩典就是基督的自己啊。这位基督呢啊，下面说了，那推动使徒在他里面运行的恩，不是任何的事物，乃是一个活的人位啊。就是这位基督啊，约翰一章十六十七节啊，律法跟恩典的对比，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，恩典呢是借着基督来的啊。你看嘛，一个是赐给的，它是一个东西可以赐给，
但是恩典呢，不是说赐给，恩典是来的，怎么来呀？活的人才能够来呀。所以恩典是一个活的人位啊，就是复活的基督，父神的具体化身，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，住在使徒的里面，做他的享受，加他能力。所以啊，这里提后四章二十二节啊，他能够成全他的属灵的孩子提摩太，在诸般的为难之中啊，这个教会啊，这个有种种的难处，但是一个年轻的同工能够在那里服侍啊，是因为啊，这个祝福啊，这个提后四章二十二节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典。阿们，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与我们的灵同在，就是恩典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呢需要对恩典就是基督做美帝啊，有这样的认识。好，第三重点，恩典乃是神在基督里作伟大灵赐给我们，做我们的享受，加我们的力量，加我们的力，扶持我们，并加强我们，使我们面对各种难处，以适应一切处境，忍受任何对待，接受各样环境，在各种情形里做工，并把握各种机会，使我们做好管家，将神主办的恩典吞噬到别人里面，为神建造教会，做神的家和神的国。这一句话是出自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李弟兄所写的注解，这个六章一节，就是我刚才点出来的，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，劝你们不要徒受他的恩典。接下来保罗就摆出他的见证，或者他的服事，他的执事，就是他领受了神的恩典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，怎么样一种服事，不是徒受神的恩典呢，你去读，第六章，你就会发现，不是一帆风顺，这里说，是面对各种难处，保罗就列了什么呢，他怎么证明自己是使徒啊？多方的忍耐、患难、贫困、困苦、鞭打、监禁、扰乱、劳苦、不睡不食。够不够多？各种的难处啊，他能够适应一切的处境，忍受任何的对待啊。他后面呢也有啊，虽然是那些啊，他有纯洁知识、恒忍、恩慈、圣别的灵等等啊。后面又说，借着荣耀和羞辱、恶名和美名，证见自己是神的执事啊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生命、这个恩典，叫他忍受任何的对待啊。你可以给我荣耀，你也可以给我羞辱；你可以给我恶名，你也可以给我美名，都不影响。我只知道我是神的执事。我在这里就是分赐恩典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位基督啊，做我们的美帝啊，所以他是接受各种的环境，在各种情形里做工。你称赞我，我做工，你骂我，我更做工，把握每种机会，恶名的时候做工，美名的时候做工，做什么工啊？就是啊，做恩典的管家，将诸般的恩典分赐给人。Amen。但愿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一位活的人位，享受他做这个适应一切的生命。这个就是我们在美地上的生活。第二大点呢，这种的生活，我需要很快的点一下。那怎么过这个生活呢？第一呢，就是。经营它嘛，这个包括两面，一个是个人的享受，一个是来在一起团体的享受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个人生活要享受这一位，为着团体的享受。第二呢，说到享受，是享受这位基督，必须寻求在每一个处境中享受他，经历他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能够面对一切的处境，那个经营基督还不只是我们读一点晨兴圣言，读一点书报了，
更是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一切的处境中来经历它、啊、就像这里腓立比书第三章，这就是保罗了，我只有一件事、啊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赢得基督。哦，弟兄姊妹啊，你生活中有多少事啊？哎呀，我们事好多啊，好烦啊，啊，要应付这个应付那个。哎，保罗说我很简单，我只有一件事。阿门。是高山我享受基督，低谷我享受基督。啊，人对我好，人对我怎么样，我享受基督。我只有这一件事，在一切的处境中享受它。啊，第三点呢、啊，就是箴言的话。我们要殷勤的经营啊，不要懒惰啊。这个箴言叫我们要去看看蚂蚁啊啊，贫穷就会十一节说到你懒惰，贫穷就会来到啊。这个26章14节啊，这个描述很生动啊，一直啊对我都是一个提醒啊。门在枢纽上转动，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。哦，弟兄姊妹啊，你早上起来是不是这样啊？啊，闹钟啦，应该要诚心亲近主啦。门在枢纽转动啊，翻过来翻过去还是在那里。哦，我们真是要警醒赎回光阴来经历基督啊。第四呢，不要空手来啊，这个上一篇已经讲了，要双手带满基督的出产啊。第五啊，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我的时间已经过了哈。这个还有10个小点、啊、所以我说是不是是开始啊，才开始 啊， 啊，我们都要来操练啊。阿们，我就点一下就好了、啊、每早晨奉献给主、啊、谢谢主给我们每一天新的一天，都是经营他的一天，都是在一切处境中享受他的一天、啊、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要有私下隐秘的时间啊，在隐秘中向父祷告、啊、而且要清晨就接触他、啊、清晨天未亮呼求、啊、接触主的时候，第四很重要的，对付一切的拦阻、啊、取用主的宝血认我们的罪、啊、对付罪、啊、第五呢，过一个祷告的生活，时时与主交通啊，最能够不住祷告的就是呼求主的名啊！啊，像耶利米哀歌所说的，从深啊极深的坑中也可以呼求啊。第六呢，赎回光阴被圣言泡透啊。第七，赎回光阴在灵里被充满啊。最近这个生命读经共追太好了，赎回多少光阴呢、啊？被圣言浸透啊。第八呢，受灵的管制啊，照着灵生活而行。第九啊，享受啊，他是活的人位啊，活在他的面光之中啊。这一点其实今天早上第十篇也讲了很多哈、啊，他的面光。好了，那我就可以到第十点了。我们提督亚第十小点，我们乃是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真是难为我们摩西弟兄，这个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呢，听得到吗？要把这样一个丰富的信息能够释放得透，真的是需要你们的祷告。那我对这一篇呢，我有很重的负担。我们已经看过了11篇，啊，我们也知道这一次跟60年前是同样的一个负担。60年前，李弟兄在美国开工，一个全新的开始，他要让所有全地的圣徒看见，我们的基督在是丰富到一个地步，可以说是旧约中最大的一个预表，就是他乃是我们包罗万有的美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在神的创造和新造里啊，地是一件大事。有了地，
就可以种所有的东西。今天全世界各国都在抢地，打仗打什么？抢地。为什么？只要多一块地，就不知道多多少的丰富，无穷无尽的丰富。要植物有植物，要动物有动物，要矿物有矿物，再挖下去有石油，再挖下去有铀矿，什么都有。你多一块地，你就多了包罗万有的丰富，应付你国家的需要。那今天神的国 Amen, 要建立起来啊，需要有包罗万有的美地，好不好啊？哎呀，我真的是啊，宝贝，我的主啊，真的是包罗万有的美地啊。我每一天啊，几乎每一天从早晨到晚上，我在经历它，我在享受它。 Amen。 哎呀，学习与它连结，尽管有太多不在灵里的时候啊，转 Amen。 尽管啊，发现常常在魂里流荡啊，没有关系，转回灵里，过一个在灵里之人的生活。 Amen。 因为它太丰富了。我姊妹可以为我做见证，几乎每一天晚上睡觉前，我们两个都祷告，我都是说，主，谢谢你，为着今天的恩典。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，因为基督太丰富了。这个包罗万有的丰富，总结就是恩典。神在基督里成为那灵，做我的享受和一切的供备，使我能适应一切的环境，在一切的处境里做工，分赐生命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这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。哎，好不好啊？好了。但是这一次特会啊，不光说到60年前基督是我们包罗万有的美地，这一次啊，特别要教我们的就是如何经营美地。 Amen。 有美地不经营还是穷的，有美地懒惰还是不能献祭的，有美地松散还是不能建造神的国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Amen。 这12篇呢、啊，都教我们如何经营。Amen。 好，那经过了11篇，我觉得第12篇呢、啊、是一个总结。我称它做 Amen 建造新生活。好，1934年，先总统蒋公啊，觉得我们国家啊，这个水准太低，好、哦。垃圾乱丢，随地吐痰，这个不健康，生活水准不行，所以他就提倡新生活运动，礼义廉耻，视为八德。那2024年呢，我们要提倡建造新生活。我不愿意说新生活运动，因为我们不是搞运动的。但是我们真的要从今年有一个新的奉献，主，从现在开始，为着你的回来，为着你家的建造，为着你国度的出现，主，我需要过一个新生活。阿们不阿们呢？好，这个新生活5大重点。第一个，这个新生活的根基就是、啊、做一个在灵里享受基督做恩典的一个人。哎，你们的阿们声音太小了、啊、我是很兴奋、哦、新生活第一个新生活的根基就是、啊、Amen， 做一个在灵里的人享受基督做恩典。
阿们，阿们，好不好？好，竭力操练灵，不要让自己活在魂里。阿们，阿们，这个在灵里之人跟操练灵不太一样。阿们，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，对不起啊，平常一周啊都在魂里。讨厌这个圣徒，不喜欢这个人，然后闲聊，哦，到了主日啊，回到灵里，哦，所以为什么主啊喜欢我们进功用？这也有好处，因为啊，如果你平常都不在灵里啊，等到有一天我说啊，哎，义磊，下一个主日啊，福音聚会，啊，你来做见证，哎呀，整个一周都活在灵里。哦，哎呀，别人不要搅扰我，好，因为我一直在酝酿啊，到底要怎么把基督能够啊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。等到啊主日啊讲完了，啊，又打回原形，啊，又变成一个在肉体里的人，或者一个在魂里的人。我们不能只是这样。是的，我们刚得救的时候啊都是这样，但是如果你要啊享受美地啊，你必须是一个竭力操练灵、不断接触主的人。主遮盖我说，我一天里面不知道多少次悔改，转回到灵里，因为我知道我太多时间在我的魂里，随便一个时候，连坐在聚会中啊，一看到某一幕啊，又开始，又不高兴了，转，这建造新生活的第一方面，根基的生活。第二 ，Amen。每天呢，啊，要经营，就是我们弟兄啊，花了十分钟啊，赶火车，好教我们如何经营。这不是小事，你要学会，个人要亲近主。一说到经营基督，不能离开个人，你不能全靠聚会，你必须有一个个人与主情深的关系，从个人的享受带到团体里。第二，学习在一切的处境中接触他。第三，不要懒惰，不阿闷啊，哎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我们很懒的，我们的魂很殷勤，一直在运用，我们的体也算殷勤，甚至殷勤的赶聚会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如果连赶聚会都不殷勤就完了。但是原谅我说，有时候我们呢，殷勤的赶聚会，懒得用灵，来到聚会中啊，就等在那儿，最好是朱摩西啊一路供应到底，哦，那个最舒服了。有时候听他讲啊，很有供应，但是实在太有供应了，所以也睡着了，哦，醒过来还可以得供应，啊，不要懒惰。你我的建造新生活就是不要懒惰，在用灵上，在操练灵上要殷勤。阿们吧，阿们。要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呢？要过一个有属灵时间表的生活。刚才弟兄带我们读的那十个点，就是属灵的新生活的时间表。每早晨有三个点是每早晨。Amen。然后你要有时间表过一个认罪的生活。通常除了每天时刻认罪之外，你我每个月应当有一次跪在主面前，花一小时的时间彻底的认罪。这都要放到新生活的时间表里面。第三，我现在都在讲纲要，好，但是啊，我没有时间带大家读纲要，所以啊，你们有本事的话就一面听
一面看我讲到哪里。这个建造新生活的第三方面呢，就是展览。一到聚会预备展览，每一个聚会准备展览，特别是主日聚会，你来主日聚会做什么？展览，不是来听别人。是的，别人有展览我来参考，但是我也要展览。一个健康新生活的人呢、啊，他是周周展览基督。阿们不阿们？我讲的都是生活，不是一年申言一次，是周周过一个申言的生活。当然，你传福音也是申言，你小牌也该申言。哎呀，凡是聚集的时候，都该展览基督。哎，你不要觉得累啊，这真有意义啊！人生的有劲儿就在这里呀、啊，对不对啊？每一个聚会都准备啊，来展览基督。我们弟兄姊妹啊，这个爱宴啊很好。哎呀，大家都把拿手的菜拿来，然后不止拿来，还要说：“哎，谢隆东，这个是我做的，尝尝看、啊哎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好吃啊！哎，下次我再做给你。”但是，一到申言呢、啊，都收起来了。好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那为主申言的秘诀啊，第一个，你还是要从啊个人的享受带到团体里，使每一个聚会给人感觉到有神。Amen. Amen. 第二，还要帮助人呢、啊，在这个聚会中啊，要这个聚会啊，什么叫做展览呢、啊？就是啊，满了神，满了操练灵。Amen. 唱诗也是神，祷告也是神，见证也是神，连报告都是神。阿门。哎呀，我常常为着我们中间聚会的那个报告啊过不去。前面都很有神，到了后面报告啊，说哎，我们下周三有这个聚会、啊，愿意就来吧。阿门。哦，大家知道一下啊。当然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这样，但是啊，不够有神是真的。我们觉得哎，一切供应完毕，现在我们来报告。很少有人觉得会后的报告是为了分赐基督。我不是随便说的。 Amen。 如果你们哪一位弟兄啊要练习报告、啊，你来找我。 Amen。 Amen。 当然，其实在座的老练的弟兄们都会。好，我的重点就是啊 ，Amen， 要让每一个聚会从头到末了满了神。Amen。 那怎么知道满了神呢？就是人人脸和口都要因基督发光。Amen。 就是你的说话、你的祷告、你的赞美，全部都是光的照耀。Amen。 最后，一定要操练在每一个聚会中有话可说，不是闲聊的话，不是属事的话。圣经说有话可说，就是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，我们来到聚会中，个人或有 Amen。 如果我是保罗啊，我写到林前十四章，我就说啊，来到聚会中啊，个人或有，也有的人没有都没有关系，只要来就好。但保罗不是这样讲，保罗说、啊，所有的聚会，个人一定有的，只是或有诗歌，或有见证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反正都要有。阿门，阿门，这叫做建造新生活。阿门。哎，我刚要讲到哪里了？谢谢各位。好，阿门。其实我对第二大点还有负担，你知道什么叫做不要懒惰、啊？这个经营基督啊，第一，操练你的灵，每一个时刻操练你的灵。第二，真的
这是主仆人说的。这个你如果要经营基督做美地啊，导言备讲。我绝不是随便说的。那个导言备讲啊，你就感觉你在 labor on the word of God。好，你在啊主的话上劳苦，去挖掘，挖出他的丰富来。最好的路，李弟兄已经教我们了，就是导言备讲。好了，那第四方面，我讲到第几方面了？第四方面啊，就是所有的聚会、所有的展览、所有的见证，都必须持守在一的真正立场上。因为神的居所啊，它是有立场的，不是随便在一个马路上就可以盖起房子来，然后你就睡在其中，不是，那叫违章建筑。今天地上许多的聚会，原谅我说，可能都是违章建筑。主所要的是有立场的，当然首先要知道神的居所在哪里呢？在我们的灵里，也在召会的聚会中。 Amen。 而召会的聚会该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呢？在一个地方一城一会。 Amen。 在整个台北市应当只有一个召会，所有在台北蒙召出来重生得救的人应当来在一起做一的见证。我们分区分会所不是为了分，是给大家进攻用，好做一的见证。阿们阿们阿们，对不对呀？阿，那当然不只是有在一的立场上，所以我也请求弟兄姊妹，要留意。 Amen。 不要啊，哎呀，在召会生活中遇到挫折了就跑到别的地方聚会去了。 Amen。 要持守在基督身体一的立场上。 Amen。 好，而且这个一啊，不光是一个外面的立场，它是 the genuine oneness， genuine groundOf oneness， 就是一的真正立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主的召会中，我们在这里做见证，我们所站的立场是一的真正立场。诗篇133篇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，那个原文就是一内同居，或者说在合一里同居。 Amen。 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那就是一的真正立场。不止在实行上，在地方上我们守一的见证，我们也在我们的灵里，在生命里守住，在跟全地众圣徒在一的见证里头。阿们吧。那这个一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啊，不是你选的，不是我跟你一，是我们大家跟神所选择的是一。那神所选择的地方有什么特点呢？ Amen。 第一个，只高举基督的名，没有别的名。我们不会说我们是在台北的某某某会，不是，主的召会就是主的召会，不需要另外加名字。我们就是主在台北的召会召出来的会众，而且 Amen， 我们用召会比教会这个词啊高太多了。教会还是有宗教的味道，而且不合原文。原文呢是召会，是召出来的会众。 Amen。 结果我们就在一的立场上。好了，神所选择的地方啊，保守我们在一里的第二个特点呢，就是满了灵的操练。阿们吧。第三个，
享受基督的地方。你只要在义的立场上，在神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参加聚会满了享受。不止满了享受，第四个特点还是欢呼喜乐。你们在教会中有没有这四个特点呢？我们在这里没有别的节目，也没有别的名字，我们不用啊古圣做名字，也不用啊国家做名字。 Amen。 我们不是中华什么什么会。 Amen。 我们就是简单的 Mrs. Christ。 Amen。 我们就是基督太太。 Amen。 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没有别的名字。 Amen。 哈利路亚。 Amen。 Amen。这就是他的召会。我讲到哪里去了？好，第五个点就是啊，一生为着这个见证而活。 Amen。 你所有的操练，所有的经营，都是为着神的殿和神的城。这一点诗篇的作者说得好，诗篇的作者，他们活在旧约里，但是他们的眼光是新约的。他们呢，想到神的殿，就欢乐，就觉得美，神的家。哎呀，我看一看一会所啊，我不觉得美，会所看久了都不美。但是我想到一会所里面有神，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展览基督，这个会所就比较美一点。好，那当然新约时代啊，这会所只是个寄托，但是在旧约里啊，它是有一个圣殿。 Amen。 有时候我在想，这个旧约诗人啊，他们到底穿透力在哪里，怎么从这个圣殿看到啊那个荣美。其实以色列人建筑都不美，但是我相信他们想到那个殿，就觉得里面呢，神住在其中，然后神人一同过生活。哦，一下子祭司又上菜了，又献祭了，哎呀，今天是赎罪祭，哦，又有赎愆祭，哎呀，然后又有奠祭。哇，这上菜上得好。那神和人呢，同欢乐享受这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。所以诗人呢，就觉得哎呀，想到神的家就是召会啊。 Amen。 他们就满了赞美。我已经讲到哪里了？我已经讲到第五大点的第二终点了。那想到神的城啊，就是锡安，所有的经节就是锡安。他们一想到锡安，就是一个保障，就是保障啊，就是一个堡垒啊，一个堡垒啊。 Amen。 坚固的城啊。 Hallelujah。 Amen。 锡安召会生活的高峰。 Amen。 锡安召会生活的得胜者。 Amen。Amen。 你我的人生就是一周过一周啊。 Amen。 我们的新生活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周过一周，过一个珍赏主的见证。 Amen。 也为着主的见证而活的生活。 Amen。 阿们不阿们？ Amen。 讲完了。 Amen。 我知道还有第六点。好，那我们再说一遍。 Amen。要不要过一个建造新生活啊？我们需要更新奉献，好不好啊？你们都阿们吗？好，我们都站起来，两两三三祷告，好不好啊？为着建造新生活奉献自己。叫我们有建造的新生活，赞美主是我们的日常。在你
谢谢你经过了过程，做了我们的美地，成了我们一生的恩典。主啊，谢谢你。哦，为着你全备的供应，我们满了感恩。求你得着我们的一生，是经营美地的一生。主啊，得着我的人生，得着我们每一位。哦，以恩典做根基，过一个经营你的生活。哦，有神人时间表的生活。主啊，也是一个展览基督的生活。哦，主啊，更是在义里的生活。主啊，一生为着你的见证，为着召会做神的家，做你的彰显，为着召会做神的国，带进你的权柄。哦，主，我们献上自己，得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翻转我们的生活，为着你的回来。阿们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读第六大点。阿们。一起读。我们享受